三箱单链式绕组，各个线坝大小相同，所以要用画面中这种活动线模。用制作好的模拟线坝来确定活动线模两部分之间的距离。 由于三箱24槽四级单链式绕组的每一箱有四个线坝，可绕成单坝，也可绕成连坝。这里我们绕连坝。由于有三段过线，要套上三段与过线等长的绝缘套管。 第一个线坝绕到规定匝速后，将其绑扎，处理过线，开始绕至第二个线坝。 绑扎，用同样的方法将四个线坝绕制完毕。 取下活动模。